这个吧。我做完了，这是给你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明日就是花灯节了，二位可以将给对方的画写作灯谜，待明日同游之时再揭晓。哦，老板，我们不是如此盛会，错过是会后悔一辈子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花灯节见。好。司长，假扮公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乔青青应该已经相信，千色楼那晚遇到的人不是我。既然疑虑已经解除，那司长之后还打算见他吗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花灯节见。不见了。对了，司长，关于之前那个标记，我翻阅了很多卷宗，并未发现有相关的线索。这个标记我知道。今夜花灯节，命行司戒备松散，带人命我来救你。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多谢大人相救，还请大人即刻送我出城。我并没有派人去命行司。你不是我的人。什么？这不可能。他手上有标记，我仔细查验过，这标记是真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不是你们的人。沈大人，救我！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救我！沈大人，有人要杀我，有人要杀我！严君怀写的字名是什么呢？哎，算了，还是等他来吧。
我不是让你盯着皇宫吗？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司长可是在找这个。自从司长把我从边境救回来，我便失去了记忆，我也不清楚这个标记的来历。这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你是大鱼的人吗？中书令居然是大鱼的人。难道我是大鱼的人？斩鱼签落在你手是我的失误。没错，乔府的案子是我干的，要杀要剐你随便。幕后操纵一切的人是你。没错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推翻你们大宁的暴政。你们大宁的皇帝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，让我看应该由我大鱼统治天下才对。住口！住口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三年前江南城带人深入大鱼，连战连捷，若不是你们那愚蠢的皇帝下诏撤回援军，乔南城怎么会战死？乔相又怎么会失去长子啊？思念遥遥，指尖绕眼，纸妆唇边摇，拂晚青丝烟雨纷扰，谁人在笑？只恨相逢未曾早，尘容烟未老，与君再弹一曲相思调，留恋今日花正好，茶未。